这台车只有跑6000公里，哇啊，全车这个漆面的状况非常非常的好。哎，它这轮胎真的是2014年的呢，哇操嘞，安全性还这么深的，哎呦！好了，我们这台2014年的 Z420R 小改款的，感谢宋大哥董内，最终跟宋大哥收购金额是，带给你的驾驶的幸福感，我觉得是有的，会让我觉得，哎，其实很多车子它老车不死的感觉就是这样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Y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宏达来收车》，我是换很多单子收中华商，我是博宇。今天呢，要去台北市收购一台我曾经小时候的梦想。这个车你应该也是梦想车吧？也算是啊。哦，这个车哦，当初我看的那个一周刊在介绍哈。纳豆竟然可以开着这台车载妹妹出去约会，哦，我当初就想说，干，要是我有这台车，我就可以怎样怎样怎样。哦，我自己一直很想买，很想买出去把妹，只是我家人不太同意，因为它是敞篷车。没有，特别是我老婆不太同意。啊，我老婆不太同意啊，啊，我自己是很同意啊。好了，今天要去跟我们台北市的这个宋大哥，支持这个粉丝支持，感谢董内。好，这边是我们的估车的 QR code， 啊，可以扫描，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， 也可以打 LINE ID 搜寻小老鼠 HNGDA 宏达，就可以找到我们估车。最后，麻烦我们的干爸、干妈、干哥、干姐、干弟、干妹，有家里弄啊开不到的兰博基尼啊，占空间的，占空间的啊，法拉利没有在开的啊，哈 ，CRV 也可以，什么车只要你想得到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欢迎询问，我们一律都是。非常非常快速的给你一个非常精准的报价，也都可以到府去给你们估车。我们等一下到现场之后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好。好，接下来来到大直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刚才这附近绕，感觉豁牙狼，豁羊金贼啊！这但是这样，这一台真的开出去，真的不落人哦。而且这个棚已经打开来了，就是我们就是2014年的 Z420i， 而且。看到它是灰色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我没有给它扣钱。哎呦，因为这台车只有跑6000公里，哇啊，全车这个漆面的状况非常非常的好。这个车子哈，啊，我必须老实跟各位讲，这2014年的 Z4 到现在竟然只有跑6000的车，实在少之又少。再加上它的外观跟内装颜色这么的 match， 你看我们这里在大太阳这样子，棚这样子打开来。哇靠！我跟他开出去，真的，这个本来单身的开出去都没单身了。敞篷已经很抢眼了。对，你这个颜色内装，哇，更抢眼了。而且重点是里程数真的很迷人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开回去，我们去找一个空地，找个地方好好详细介绍这台车。OK， 接下来 Z4 已经签回来了，你给看，哎、欸，哇，哎、欸，我哎、欸，靠北，我已经让你知道它这几年了，对不对？14年。但是如果真的没有讲哦，其实这一台车，你看开的棚，然后这个颜色这么漂亮，摆在这边。认真不会觉得是14年的，不会有一种过时感。对哦，你看这个啊，如果说同年份的，看起来是很老哦啊，马上一个比较新的在这边。对，那五系列是看起来就很老气，但是 Z4 各位观众不好意思，它这个它终究是一个双门的那个敞篷小跑车，而且呢，其实这个 Z4 哈，它这一个的代号叫做189，E 跟 F 哪一个比较大？F 比较大，对嘛？对，正常来讲 F 的比较好吧？那 G 是不是又比 F 的大？更好了哦，那 G 又更好了哦。但是这一个呢，它的代号它终究是 E 开头的，它其实不是 F 开头，所以等一下会让大家知道，就是说它其实外观看起来很新，但是里面有一些些地方可以感觉出来世代感比较旧一些些。但是我觉得整体而言，它的这个外观哈，因为它这个2014年的 Z4 有一个小改款，所以它一样有一个天使天使眼啊，哎呦，天使眼圆的。然后呢，侧边叶子板哈，这边有一个这个方向灯，好，整合在这边，然后一个 Z4 的一个 S20i 的这个名牌，然后后面的这个灯哈也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因为它这个小改款这边也很重点。它是一个导入个 LED 的光条，你的光条如果再凹进去一点，有立体感，就又看起来又更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哦，它 Z4 这边还有一个很就是标志性，这边有一个那个天线，嗯，那这边有一个天线的一个孔。然后呢，整体哈，因为我们这台台北的宋大哥他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开这台车，好，里程数我们不要讲6000了，我们讲7000好了，好7000，因为我们开回来已经多少六千九百多了。
哦，有这么多？有啦，因为本来6800多，哦、我们开回来6900多。对啊，好了，就算是7000也好，好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常讲要看一些那个蜘蛛马鸡、芝麻蛛丝。大肥肥到底叫什么？蛛丝马迹啊！蛛丝马迹啊！靠背啊！我突然想说，干在光脚脚卖车卖到头壳笑底。蛛丝马迹，好，你可以看看，哎，它这轮胎。真的是2014年的呢，哇操嘞，安全性还这么深呢，哎呦，哦，所以这真的是一台里程数非常非常低的一台 Z4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我自己对于这台车这么有兴趣哈？给你猜一下，一个男明星，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，他也开这车，你知道是谁吗？身高算是偏矮，好了，纳豆了，纳豆哦，好，我们纳豆哥他就有一台白色的 Z4，开了这个车，瞬间身高加20。哎，我说真的哦，今天他这个为什么我觉得他特殊色我可以接受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在路上的 Z4没有很多，但是有的话，大家应该大部分都是看到白色，白色比较多。那白色的话，有一些年轻人就会去改一些东西啊，可能会去改一些铝圈啊，改的比较外放一些。外放哦，那些车子的话，可能就没有原车出来该有的气质。但是这一台车，我个人认为它有非常非常非常的那种很强烈的新车感。那这一种车子呢，就适合走这种我们讲原厂风。它基本上它的车漆的亮度，还有它的整体内装的一个完整度哦，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错。你看它这个椅子的侧垫啦，保护的程度啦。好了，讲到这边，公布一下收购价格了。好了，我们这台2014年的 Z4 20R 小改款的，然后灰色驼内装，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颜色。感谢宋大哥董内，最终跟宋大哥收购金额是97万元，其实原则上会接近100。说实在话。真的不便宜。新车多少？这台新车270几。我也很好奇大家的看法，你觉得划不划算？这个里程数了，就是说真的，它这个外形我真的不会觉得它很过时，然后有这样的价格，对，哇！我个人呢也是觉得划算，不然我就不会把它买回来了。我就问，现在2014年有谁的家里面的 Z4 比这个里程数还低的？我们讲一定有，但是愿意把它拿出来卖的人，了这些钱他了得下去的人不多，大部分真的都这样，就是这种千位数里程数的车主，有一些就是抱着这种心态说，哇靠，我当初买270万，价钱那个就、哦、对呀、啊，股东没一般啊，我要卖什么意思？哇，你是在欠钱啊，不是在缺钱？就有些人就不想卖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今天这台车子，它第一个里程数低。再来，他车主愿意割爱给下一位，就真的很感谢宋大哥，再次感谢支持，好不好？外观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了。原则上，容许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它这一颗的引擎哈，你光看引擎室盖就看得出来，其实它的引擎就是 B&W 的 N20 的引擎。我要讲的就是它其实。不会算是世代太旧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在路上看的满街跑的328、428、什么什么28i、什么什么 20i， 其实全部都是这一颗引擎。那它在2014年小改款的时候就全新换上了这个 Twin Power Turbo 双涡轮增压，而且还把变速箱从6速换成8速。我们上车前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引擎声，好，它有一种，它不是那种棒棒棒棒棒那种很讨厌的声音，它是那种。大概就这样，卖车卖到头壳笑底，你看一发动就有啦、啊，这样子哈，然后我给它 sport 这样打下去，你看，有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有一点放炮声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哦，有爆爆，有，哎，真的很神奇的，对，它一样都是 N20 的引擎，但320跟420就。不会这样，但是他在 Z4 20i 他真的把它调整的，就是稍微的，有一些运动化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刚才要讲的哈，这台车唯一一个缺点哦，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，就是它毕竟是 A B C D 一四代的车子哦，所以你光看这个方向感，是不是看起来很旧？啊，这 B C 键那怎样呢？然后定速拨杆长这样，我们以前 F4 代过的 B&W 的都在这边了嘛，对对，它以前还是长在这边，然后双前的这个仪表盘，好了，就真的是有点旧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橘灯，哇靠的，这个以现在都是那什么4-5寸的那个液晶显示，对，液晶显示还这种橘色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内装是这样，分这边。有年代感，对，但是我觉得这里不会，哎，这边这个按键这样看起来很屌，哎，它不像以前的一四代是这样一整片
这样一条线过来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这个这边的部分我觉得 OK， 包含这里我觉得也 OK， 因为它这个一样是八速大鸡腿线传，所以我觉得这边是 OK， 主要是在这边。真的这边真的看起来是比较老气一些。那我们这一台车子我自己觉得不错的是，因为其实2014年很多车子它竟然都没有配蓝牙，那但是这一台车子这好像是 ID3 和 ID4 的一个系统，基本上不会到太老旧，它一样是有一个蓝牙音乐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，而且音色哈，可以等一下我播音乐给大家听哦。它一样有一个高低音可以调。我觉得它没有配 M 版，没有配那种比较好的椅子，稍微可惜一些些。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做得很棒，就是敞篷车其实非常非常注重的就是音响。虽然说没有给到 HK Harman Kardon 的音响，但是它一样有给 HiFi 的音响。好，等一下可以给大家听看看，这个一样十颗扬声器的喇叭，我觉得至少比原厂的好很多。然后呢，这边都是冷气的这种空调面板。然后呢，不得不说，这真的可能是宋大哥有在顾，或是说真的车子没什么在开，冷气的部分是蛮凉的。然后下方呢就是这个音响主机。音响主机也稍微有一些世代感，所以这边折起来。开关棚是这个。对，刚刚我在这边这一代的地方，还有一个让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点，就是以棚盖起来或以棚打开的样子来讲的话，我觉得硬顶的真的是好看的，尤其是你关棚的时候，哇，硬顶又更能够凸显这台车的车型。对，真的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棚是这个打开的嘛？对。那我们要不要关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？你关起来，我去外面看一下。量几秒，对不对？哎，来量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小改款的人，他们好像有特别说，好像是20秒内。好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是我数太慢吗？欸，我有作弊吗？是我数太慢吗？我觉得你听起来数的还蛮慢的。啊，作弊做太明显，对不对？啊，前面监裁判妈的录影跟那个计时都我的人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再把它打开来。但是说真的啦，真的是不慢呐、啊。哦，真的是不，对，真的是不慢，真的是不慢，不慢啊。然后而且，欸，说真的、哦，他这个开完棚之后呢，其实 Z4 他这边还有做这个头后面的这类似这种防滚架，其实看起来，我觉得他开棚之后，有一些车子开棚哦，看起来很像秃头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这台车不会，类驼峰的那种味道，有一种类似的感觉。我给大家听一下音乐。欸，你光看这样子，很正吧？有一种震撼感，很正欸。因为 Z4 的车室空间其实本来就不大了，所以其实空间不大的情况的话，如果你只有用，虽然说只有用 HiFi 的音响，但是你的瓦数够，所以其实整体环绕感还是蛮强的。OK 吧、欸？你光你的背后面就有两个喇叭了，它刚才一震的时候，哇，你的背真的会跟着音乐在抖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哎、欸，这喇叭、哦，这喇叭真的好凶，也不错哈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边听的音乐，我们就上路试驾。好，好了 ，Go。好，我们就先直接开棚了啦，好不好？开棚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一上路啊，我看一路开了，我就觉得它这个排气管啊，真的我觉得很 OK， 因为它让你开敞篷车的时候有一些低沉的感觉，但是。用我刚才讲的，因为这种车子哈，我觉得原则上啦，不要去多做什么改装啊，不要把它弄得很家酒化。我希望它是一个绅士，然后希望它是一个很优雅的感觉。那这个排气管，我觉得是非常 match 这种身份地位的这种浓鲜合度的声音。对 对, 對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们稍微绕一下这市区哈，来。哇，哎、欸，它的引擎声是有传到这边的，哇。这车哦，说真的，真的是不快。但是它的整体的那种声浪传到耳朵，带给你的驾驶的幸福感，我觉得是有的，会让我觉得，哎、欸，其实很多车子它老车不死的感觉就是这样。嗯，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来那个演习一小段？演习市区关棚。哦哦哦，好，我们接到中线道来。
好了，我们演习哦，来哦。假设现在下大雨了，哇，这雨真的好大哦。倾盆大雨，来，倾盆大雨。你看我现在时速要十几二十，然后呢，车子，哇，马上盖下来，好快，哎。欸，他的第一步是直接先把你头顶那一块盖起来，对，后面的还在跑，对，也就是说，然后结束之后呢，再把窗户关起来，这个感觉真的，我觉得跟那种行进间能不能关，其实真的有差。这一台车还有一个地方让我非常惊艳的，就是它的隔音怎么可以这么好。哇操！我感觉比那个我们谢老板的488隔音还好。那这台车子的隔音目前状况真的非常的好，我不确定现在同年份的会不会有异议，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，就是大家欢迎来现场看这一台车子，这台车的异音隔音状况真的控制的非常的好。然后呢，这个力凤哈，毕竟它是一个一世代年份的车子哈，所以它的这个方向盘哦，我感觉这应该是液压辅助的，这个不是那个电子辅助的。那液压辅助的哦，就是年份久了，容易又多一个地方会漏油，那这没办法，因为你又多一个方向机油嘛。但是 ，but 它的整体的手感不错，这方向盘真的会让你特别有在开车的感觉，超驾感，对，很有超驾感。等一下要来行驶开捧一下。行驶开捧哦，始终开捧，哎，真的可以哎，可以哎，我这样开40真的可以哎，定速38，你就一直卡在这个，哦有有有有，很屌，真的很屌，哇，可以可以，好帅哦，哎，敞篷车就是有这种角度，你可以往上看到一些高楼大厦，哇，这真的是一种享受，你知道吗？唯一可惜就是它双座。这个没办法在车上做你想做的事情。那以上就是这一集的2014年的 Z4 收购型。好，最后再跟大家公布一次它的收购金额。2014年的 Z4 20i， 它里程数好了就算7000了，因为现在6900多，就给你抓7000。7000，最终跟宋大哥收购的金额是97万。那因为我们那个车内还有一些环保材质的东西需要做整理。可能整理到来可能会接近100万，成本差不多100。对，那给大家去思考、评估一下，大家觉得划算还是不划算？嗯、里程7000哦，好，有兴趣的也欢迎来私讯。最后面再麻烦各位干爸、干妈、干哥、干姐、干弟、干妹，五湖四海的好朋友们，如果说还有要雇车的话，家里面的开不到的法拉利，家里面没有在开的迈凯伦，只要想要卖车的话，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LINE，好 QR Code 在这边。也可以打小老鼠 HONGDA 宏达就可以找到我们股市，好不好？那影片的最后我是幻灯在直播中华少，我是波宇，我们下次见，好，拜拜。各位观众啊，你哥已经看到这，阿未搞我订阅落去，你刚才你哥你看，够唔够意思啦？我听伊讲，我听到要吐血，讲实在，赶快，我已经贵早上9点搞到现在凌晨1点了，冲向10万订阅，有你有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真的公车专线找少恩，好，订阅专线动动你的小指头，好，我们赶快，每周3、5日更新，对，真的很奋发向上，一天工作15个小时，拼了，拼了，拜拜。拜拜。